和这儿，包括这儿也是哈。汪苏泷说他们俩的发型很像这个地方。我前天说过了，王鹤棣在沈月面前吃饭，发现没？然后王鹤棣就说了这个话，他这个话是对孟子义说的，听。你看吧，三个人里有看他的眼睛，其实也是在看孟子义的方向，发现没？也在看孟子义啊。然后这儿他才慢慢的走过去啊。好，然后注意，仔细听，仔细听。很清楚的。听到没？刚刚有一个很明显的笑声，对吧？是沈月的啊，然后他才去看的沈月，发现没？就是他们两个都会有，就是回应对方的时候，他才会去，对吧？就刚刚那个话，沈月也是听了之后笑了，他才会去看他的反应啊。听啊，这个地方是小辣的笑声，再听，这儿啊，就是沈月的笑声啊。沈月的笑声出来之后，他才去看的沈月，发现没？所以他们两个一直都是有回应的啊，双方跟双方都是有回应的啊。昨天我可能只是重心是在王鹤棣在就是经常回应沈月的话上哈，但是我今天的重心其实想表示他们俩都是互相回应的。还有，然后昨天是他们玩狼人杀的这个加更啊，也是啊，有人说问我是不是他说了其他名字，但是被剪掉了没有哈？我们来一镜到底的听这句话。对，看刘霞在了，这会儿已经绷不住了，对吧？他这是他说完，我现在记得就是沈月，他没有往下说其他名字了，他一直在观察沈月的表情和变化，他才会有后面的汗流浃背了吧，绷不住了吧，对吧？如果说他说完沈月之后，他就马上去想其他人了，他的视线肯定也会转走，他不会看到沈月这个时候绷不住笑，对吧？合理吧，家人们，很合理，对吧？就是因为他一直观察人沈月，沈月这个时候脸迅速肉眼可见的红了，可能是我电脑有点就是拍出来不是特别清楚哈，可以去看原片，原片很明显。记得就有沈月，看看看，对。他这都还在观察，看刘翔，看他还在观察人沈月，他这会儿已经绷不住啊，然后沈月才那个脸红的啊，很明显有一个脸红的状态。可以注意梦洁啊，他刚刚说投了那个汪苏泷的人是有问题，是不是有四个人，对吧？四个人，看他指了小辣，又指了沈月，他都记得有谁投了汪苏泷，但是王鹤棣。Only remember 沈月，非常的凹凸哎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可以这儿注意到小辣的位置，发现没？他其实跟王鹤棣坐在面对面，几乎是 face to face 的那个状态。他投了汪苏泷之后，他的那个举手啊，我觉得如果说王鹤棣他观察到了，他肯定也会，对吧？先去说他的纣王，因为他纣王坐的位置是他最能、最容易，也就是一眼望过去能看到的地方。但沈月坐在他的视线盲区啊，可以说，但是他这个时候都是先记得有沈月，他都忘了他的纣王，发现没，姐妹们？就温故而知新，发现没？这儿的时候也是，他完全忘了王涛啊，完全忘了王涛，所以说才会导致他们后面。狼人胜利，他都用真眼玩家来代替，但是他就只记得有沈月。其次，他这说，其次我觉得沈月问题是最大的，沈月也是在看着他说的这个话，他们俩其实都是会有回应的，对吧？都是会有这种，不管是眼神还是那个说话啊，都是有回应的，有来有往的。这儿也是哈，我昨天的重心是在我只有王鹤棣回应他了，发现没？对，但是王鹤棣回应他之后，他也顺着接下去了。因为你没自杀了呀。看到没？他也顺着接下去，你这真是全部都是有来有回的。你看，沈月就又回了他的，回应了他。我一直突出的，他们是双向奔赴，我一直突出的都是这个，家人们，包括这个举动也是。对，首先这个举动，首先排除他俩不熟，不熟的话，他是不会就这么直勾勾。你看，他是这么直直的指过去的那种感觉。这个举动哈，有一点点，我说话有一点点没有太多的边界感，对吧？因为他们俩都是很了解对方的人，认识七八年了，怎么可能不了解对方，对吧？他知道沈月到新环境是什么样的，包括客栈也是，他很照顾沈月的情绪。但是他来了之后，第一个去给他倒水的，第一个去给他拿零食的人是王鹤棣，他很照顾沈月的情绪。他虽然表现得很大大咧咧，对，其实这些都是能看出来的。这个地方我感觉是，但我不确定啊，磕不到就算了啊。来这儿，他在跟徐志胜说话，对吧？
你觉得太粗、然后徐志胜有把他往后推的感觉啊，可以看到沈月坐在徐志胜的后面，那个时候他还坐在那个地上呢，他有一个身体前倾的动作，看，然后不是认为一个看他有一个脑袋往前这样过了一下的感觉哈，他就是有点想隔着透过他那种感觉啊，我也不确定哈，这个只是我自己的猜测啊，我也没有说这一定是个糖点啊，对，有这样的感觉哈。这期哈就是我又把之前的那个拿出来又盘，还是发现了一些新东西啊，所以会在就是下一期出来之前哈，我再来又更了一期这个新的啊，然后呢，我更这期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。对，说清一些对我的误会，我没有歪屁股，我也没有就是那个在偏他们任何一个人，因为我真的是从2018年剧播的时候就一路一路看过来的，我很了解他们相处的方式和他们两个各自的性格啊，因为我的发言啊，我的一些语言的问题导致了你们可能听着就有一点奇怪，这个是我本人说话的习惯啊，因为四川人说话确实有一点点的感觉，开玩笑是在阴阳怪气的感觉哈，有一点点，因为我自己也是有我自己主担的，对吧？啊，他们平时没有什么磕点和没有那个合体的时候，我的重心其实也放在我自己的主担上面的啊，我没有就是去再去揣测，再或者是那个脑补一些他们的那些没有的事情啊。然后这期视频呢比较认真哈，我没有怎么太发疯，因为这个是我看过很多遍的了，所以我的情绪比较稳定一点啊。可能下期啊，如果我发现了什么新的啊，我可能状态就会比较疯一点哈。然后今天就先到这儿吧，然后我们星期六的时候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。